眼睛看得到，其实我最想要的是能够自己骑一台重型机车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我从小就很喜欢重型机车的声音，然后一直在想象那种就是被载或者是自己骑的感觉是什么，它跟一般摩托车一定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看得到，就是最想要的是这一个。怎么会有圣诞老人表演跳舞啊？我是不是走错摄影棚了？不对啊，这里明明就是听听看的摄影棚啊！哎，小叔，我是俊松啦。哦，是你呀、啊？你干嘛没事扮成圣诞老人跳舞啊？害我以为走错地方，走到别的摄影棚了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是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。我朋友呢计划要开圣诞晚会，所以呢我想趁机会练习街舞，给大家来一个惊喜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刚刚看你跳舞跳得还不错，哎，有天分哦。没什么啦，这都是看影片学街舞的啦，现学现卖而已。这样很好啊，那你可要继续的保持下去哦，说不定哪天你成为街舞高手，我们就请你来超级爱秀单元表演咯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如果有机会啊，我倒可以来试试看。不过啊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咯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别忘咯，每周六下午4:30一定要继续收看听听看。听听看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，拜拜。手语不用，不要比了。手语不用，再一次。他决定要抢他镜头。我们家文杰啊、哦、是独子，如果嫁过来一定要会生呐、啊。啊 ，NG， 什么都不能吃啦。未来的小姑丈说吃。哦，再一次。爸爸，哎，干嘛来看老婆啊？先看她了。鱼，游来游去的，就是鱼。来，这个赛事。鱼 ，OK 哈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爱，那就爱恋。再来恋，再来是网。对呀、啊，对。